而且我现在超讨厌忠诚无误。梦演唱会，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而且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很喜欢喜欢，可是我喜欢的程度已经有点到那种脑残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现在超讨厌忠诚无误，算了，不讲这个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就谁敢欺负女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哎，如果我是你们的偶像的话，我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敌人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场演唱会已经说好了，我们要互唱对方的一首歌。然后，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《躺在你的衣柜》，难得听到你唱歌的，真的。对，其实我本来如果唱歌的话，我就是属于比较那种乱唱型的。对，那可是如果真的好好唱歌的话，其实就是很真的很少。嗯，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想要听陈绮贞唱饶舌吗？哎呦，再次最大的噪音给陈绮贞。想要 NFT， 还有 NFT， 怎么阿猫阿狗他妈都在 NFT 元宇宙？人你妈鸡巴宇宙！日子都快过不下去，哪有空管以后？就像输赢的感觉，哪来和气？这种情况，再讲些真心话。这台币大意，肯定你们最 hiphop， 到底什么虚拟的？干嘛让我真心怕？你跳我也跳，看最后谁的神经大好。他们都说好放的这宇宙，可我彻底梦，这就是潮流，这只鱼快往这里游。可惜我真的太废，想继续和你说，去看看陈林九都比你的多。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宇宙？Thank you.